大家好，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一下藏语文的这个下加字。好，那么下加字的话，用藏语来说的话是什么？是独节。对，很好，独节，对吧？那么下加字的话啊，可以有几个呢？下加字总共有四个。对，有四个。那么它的名称是？名称是雅大、日大、拉大、瓦大，对吧？这也就是它的名称，雅大、日大、拉大、瓦大。好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那么这个下加字，那什么叫下加字呢？就是说可以加在一部分基字上面，对吧？对，可以加在一部分这个辅音字母的下面。好，然后就构成一个复合的基字，对不对？复合的基字，那么当它们可以加在这些字母的下面的时候，就可以叫下加字。好，那么下加字你刚刚已经说了有四个，对吧？好，那么雅大它的这个写法的话是不是变了？对，完全变了，对吧？好，那么一起来写一下这个下加字雅大。好，就比如说该雅大嘎，该雅大嘎。好，那么再看一下第二个啥有没有变化？有变化。对，还有变化。那么它好，我们一起来写一下，嘎啥的炸，嘎啥的炸，对吧？好，这是有变化。那么这个第三个拉大呢，有没有变化？没有变化。对，就这个拉大的话没有变化，拉还是原来的这个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写一下，嘎啦大拉，嘎啦大拉拉拉。好，那么再看一下第四个哇，对不对？瓦大，它有没有变化？有变化。对，那么它的话是怎么写？变成一个三角。对，就变成一个三角形，对吧？那么它这里面读法的话，有一个特殊的，就刚刚说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瓦大，对吧？它的话加在这些字母的下面的话，这个音是完全不变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。好，可以加这个上下加字雅大的话有几个字？有八个字。对，有八个字，对吧？好，我们从第一个开始一起来读一下，嘎雅大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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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嘎嘎嘎嘎。好的，第一个是嘎，那么第二个的话是嘎雅大嘎，嘎雅大嘎，嘎嘎嘎嘎。对，嘎嘎。好的，那么再看一下第三个，卡亚大卡，卡亚大卡，卡卡卡卡。好的，第四个是拜亚的加，拜亚的加，拜亚的加，拜亚的加。好，下一个是派亚的恰，派亚的恰，派亚的恰，派亚的恰。好，派亚的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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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玛亚的尼亚，玛亚的尼亚，玛亚的尼亚，玛亚的尼亚。嗨的下，嗨的下，下下下下。好的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可以加下加字雅大的这些。好，那么这个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那么这基字下加加这个下加字雅大的话，这个发音变化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。首先这个下加字雅可以加在这个嘎卡卡，对不对？这三个，也就是三十辅音字母里面的第一组的前三个，嘎卡卡下面的时候，那么拼出是舌面的这个塞音，舌面的塞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可以试着读一下，嘎雅的嘎，嘎雅的嘎，卡雅的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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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是舌面塞音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再看一下下加字，爸爸爸妈。好，那么这个的话是三十个辅音字母里面的第四组，对不对？第四组的话，它的发音部位是双唇。那么爸爸爸妈，它下面加这个下加字的时候，拼出是这个舌面前三音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爸爷的家，爸爷的家，家家家家。好，也就是等于这个我们的这个三十个辅音字母里面的第二组，家家家家。第二个是派爷的恰，派雅的恰，派雅的恰，派雅的恰，恰恰等于这个我们第二组的第二个，对吧？恰恰恰恰。好，派雅的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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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恰恰。
恰恰恰的话是等于这个第二组的第三个，对不对？恰恰恰。再看一下玛雅的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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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就等于这个第二个组里面的这个娘，也就是恰恰恰娘，恰恰恰娘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下加字的雅大爸帕帕妈，加上这个下加字雅大的时候，就等于这个三十个辅音字母里面的第二组的这些恰恰恰娘。对，这个规律的话一定要记住。好的，那么如果加在这个哈下面的话，就发出这个喉音嗨的哈哈哈哈，是喉音。好，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些单词，就是可以加这个牙大的这些单词。好，看一下，第一个是狗。狗是对，那么我们读的时候一定要拼读，对吧？因为现在我们在学这个基础。好，卡雅的卡奇乌奇，卡雅的卡奇乌奇，奇奇。好，那么第二个是打猎。卡雅的卡奇乌奇，扎，奇拉，奇拉。好的，下一个是猎犬。下。卡雅的卡奇乌奇，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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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奇。好的，下一个是牛毛毯子，是吧？派的恰的恰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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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派的恰的恰哇恰哇恰哇。好的，下一个是这个擦，我们擦黑板呀，擦脸呀，擦手啊，这种派的恰气哇气哇，对，气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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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沙子呢？派的恰整不齐，起吗？对，且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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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，下一个是这个鸡。派尔的恰。他整个贴恰贴。好，你刚刚读错了一个，派尔的恰，不对，派尔的恰。派尔的恰。他整个贴。他整个贴。恰贴。恰贴。好，下一个是公鸡。派尔的恰。帕纳鲁坡。对。恰坡。帕纳鲁坡。帕纳鲁坡。恰坡。恰坡，恰坡，很好。下一个是母鸡，派的恰，马纳鲁莫，又读错了，不是派的恰，应该是派的恰，马纳鲁莫，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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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。好，下一个再看一下老鼠，派的恰奇古奇，哇，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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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。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。滋滋，对，平时我们口语当中就喜欢说滋滋。对，好，猫是西米，对吧？猫和老鼠滋滋糖西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再看一下下一个是猫，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。不对，这个是排的拆九五七拉起了。另外一种说法是西米，对，很好。下一个是这个秤，对吧？称，也就是说这个称怎么说，称一下。也就是说这个是伽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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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伽马伽马。下一个是喜鹊。伽嘎，对，很好，伽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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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孔雀。马恰，对，马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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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最后一个是疯了。这个人疯了，对，牛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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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一起拼读一下啊。萨玛达玛雅的念那罗牛，萨玛达玛雅的念那罗牛娃娃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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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娃。好的，那么这些是能加这个下加字雅大的这些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下这个雅大，对吧？雅大，雅大的话可以加的，刚刚说了是有多少个呢？十三个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从第一个开始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个是嘎啦的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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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啦的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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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啦的叉。好，大啦的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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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塔啦的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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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塔拉的查，塔拉的查，塔拉的查，巴拉的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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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帕拉的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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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萨拉的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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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拉的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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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夏拉的夏，夏拉的夏，夏拉的夏，夏拉的，哈拉的沙，哈拉的沙。哈拉的沙，哈拉的沙。好，那么这些就是十三个，可以加这个下加字扎大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鸡字，可以加这个下加字扎后面的这个发音变化的情况，再了解一下。首先第一个扎可以加在嘎卡卡、大踏踏、爸怕怕、下哈之下，对吧？那么就拼出的是舌尖后塞音。也就是卷舌音，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加在这个ma、sa、na、下这四个之后，就是之下就发音就是不变的，嗯，也就是ma、sa、na、下，嗯，是不变的，嗯。好，但是这个藏文中很少出现这个na和下，对不对？嗯，现在是很少出现的这个。好，那么加这个下加字ra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它读音有一些相同的，就比如说第一个嘎啦的扎，嘎啦的扎，大啦的扎，大啦的扎，巴啦的扎，巴啦的扎。也就是说这三个的话读音完全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嗯，都是扎，嗯，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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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读音相同的卡啦的叉，卡啦的叉，帕啦的叉，帕啦的叉，塔啦的叉，塔啦的叉，对吧？这四个的话也就是说他们的读音完全相同，都是叉叉叉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看一下读音相同的是卡拉的叉，卡拉的叉，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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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的叉。好，那么这三个也是读音完全相同的，都是叉叉叉叉。好的，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以加这个下加字扎大的一些单词。首先第一个是就是说这个是花色，嗯，花色，嗯，也就是说叉乌，叉乌，叉乌，卡拉的叉，卡拉的叉，瓦纳鲁窝，瓦纳鲁窝，叉乌，叉乌。好的，再看一下这个万，七，七，七，卡拉的叉起骨七，卡拉的叉起骨七，七，七。好的，再看一下麦，小麦，嗯，卡拉的叉纳鲁戳，对，戳。戳戳，好，人参果。卡拉的查那罗戳吗？戳吗？很好，戳吗？戳吗？好的，下一个是面粉。嗯，戳。嗯，戳气，对，戳气。戳气。好的，面粉有两个说法，一个是戳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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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，那么再看一下，下一个是气味。嗯。嗯。气吗？对。塔拉的查吉古奇，塔拉的查吉古奇，吗吗，奇吗奇吗。好的，然后一个是暖和，塔拉的查纳罗戳，巴纳罗波戳波，对，戳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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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一个是味道，这个味道怎么样？嗯，戳哇，对，戳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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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个是这个，嗯，你现在穿的这个衣服上面的这个图案。这个怎么说？这个是啊啊啊，巴扎。对，巴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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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这个的话，用汉语来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巴扎。不知道。汉语里面没有这种说法吗？嗯，也就是说菱形孔格花纹，对吧？嗯，好，那么巴扎的话，就是藏族人用的特别的多，对吧？嗯，那么它的意思也就是永久的意思。嗯。嗯，固定不变、永久的意思。好，还有一个是这个细颈。凹纹，细颈凹纹是，嗯，嗯，这个，这个。那么他这边说的是什么细颈凹纹？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双眼皮，对吧？哦，双眼皮叫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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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。好，那我们下加字前两个就学到这里。嗯。